话不多说啊，先买下来，买下来回家再说。看着猫你怎么等啊？哎呀，这骑成这样了，这主人是怎么喂的？喂养的？哎，看好了，买下来了。寸步纳新。报了10800。10800的毛驴让我加了200块钱卖给了这个养殖场，又过了3个集，也就是说不到20天，然后打电话让我们来给他修蹄子，很多粉丝也着急了，我们先来给他修，牵出来了啊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这样了就不吃不喝了，身上的毛好像都掉了啊，再蹄子看看能不能修过，当初买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没修，这都拉来了一条，没事，抽起来没事，抽起来吧。哎，嘿嘿，挣了，抽回准，挣了不？杜师傅，这是近期送一面。嗯。哎呀，这不放了。现在放工了，看看还不着急了。你看出点血好，你看出点血。出活血。到了，见见你，下次主能。过了。不切了。练切了，这老平了，这。现在是小脚太，到这儿还不是很习惯。这个，把它这逮到这里去。啊，还有啥呢？这回过了。这吃上劲了，牛头那是。刚刚出生的小毛驴儿。得哄着呀，小驴儿点儿。有个30-40斤吧，有。给妞买回去吧，让他玩去吧。啊。今天刚生的啊，给他修修蹄子，蹄子栽了。过去能呗。嗯。对。那个小驴儿，你不把小驴儿给了呢？嗯。啊。这小驴儿也正规着呢。自偷驴就挣钱。要活了又挣钱，哎，没有活不了，干啥的？咱这个空气，这个环境给他制造的好，对，不冷不热的。你好，过来。你先偷两条鱼就吃天。主要是咱主人好，是吧？给待遇上。鱼。哎，这小驴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来，过去吧。怎么玩呀？过去吧，要一问，鱼。
都先架了是吧？也怕干了。嗯，家里会这种。我这切了，切了长出心来了，再切一回。哎，还用再切一回吧？一回过了。一回过了，哎，强多了。嗯。再切切。小毛驴儿，你好，欢迎您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出生四个小时了。嗯。挺好是吧？嗯，哎哎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一会就过来啊。这边好，这边好，对，要不都没心窝。咱这经验足足。还有点疼，疼。走吧。这得适应两三天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嗯，后头就得劲儿了。得个两三天吧。对。往里兜着还是留着。这是怀着小驴的话，十来月，光这么着了。原来这个没那个鸡巴平的，你看你弄的麻烦了。那个，把那个丢了，那个贵了，这个都平了，你看你弄的。对不对？他一切他身上就是过来捡钱的，嗯嗯，多装来的嘛。对呀，看这下得劲了吧？一次就过，还是本来说第二来第二次啊，用不着。这一直就到小驴断奶了，可爱的小毛驴，刚一生下来啊，身价就2600块钱，知道吧？小驴的身价是2600块钱。怀孕的母驴啊，脾气都非常的犟。这老母驴们要胖的多少了？十斤啊？啊，不点的，差不掉啊。回来都回来，大小跑回来吧。嗯，你不回来等什么来？小时候光有我，我这见一个搞一个俩行啊。不是那一个。他们知不知道这光有干嘛的？咦，这里，这里，哈，他这里有病，点的点的嘛的，咦，我这招子，慢走，咦。
你丢刺儿，妈的逼！你俩小刺儿不尊重地方。好犟啊，这驴摘龙头都不让摘。